日暗时七点五分，你已在出生无？咱的新郎刘伯山先生，新娘杨太兴小姐，结婚典礼典礼开始，我们请新郎新娘进场。也请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、亲朋好友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祝福这一对新人。各位嘉宾、新人特别的温情，一对风度翩翩、非常帅气的，是我们的新郎官刘伯山刘先生，伯山特别的温情哦。一起台湾设计大学资讯管理系毕业，而且内地哈佛的专研科技公司担任破除系统的工程师。今天是龙亚这个小小弟的来访，我们留在江代新小弟，祝我们新郎新娘入席，也请我们多方面的家长入席。